임나 交换 EM 交换 EM 交换 EM 原本 语言名 用来移动啊你们 这里 有幾條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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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幾條
唱又係緊，你叫出名咩？慈悲，警察出名咩？慈悲，善良，同埋咩？博愛，有愛心，仲要關懷大眾，熱心公益，好人，做好事，你警察，你警察要學識咩？尊重自己，對自己禮貌。見到臭黑衣的時候，你要尊重自己，對自己禮貌啫嘛。平時你冇乜約束自己，警察知唔知啊？平時你警察冇乜約束自己嘅人，對自己唔尊重，對自己唔禮貌。但唔緊要，你就係影響到自己啫，影響唔到其他人。聽我講，你信唔信警察？你信唔信？只是影響到自己先，你不想，你想影響到其他人，用你的不尊重影響到其他人，用你的不禮貌影響到其他人，或者其他動物或者植物啊，警察，我是啊，你是會成功的。說回警察，首先你知不知道警察，你是見到臭黑衣點？警察，你見到臭黑衣應該點做？知唔知啊？你要同佢打招呼，知唔知啊？要有禮，主動咁有禮貌，主動咁詢問，詢問臭黑衣嘅需要。主動咁打招呼，表示自己嘅善意。警察，你哋要面帶微笑，知唔知啊？面帶微笑，個相貌個 face 啊，個樣露出和顏悦色，面帶微笑，樂於提供服務，同埋樂於提供服務添。然之後知唔知啊？你見到臭黑衣又點？警察？叫臭黑衣，你又要打招呼。朝早，你早警察叫到臭黑衣，就要講早晨，中午叫到臭黑衣啦，就要講咩？午安啦，夜晚啦，叫臭黑衣，你哋又要講晚安。見到臭黑衣點？要望臭黑衣，望住臭黑衣，要你影出，要望人點咯？望住臭黑衣嗱，望人望住臭黑衣點咯？你影出要。臭黑衣行過，唔好唔理，要望人，望住臭黑衣，咁先尊重人哋噶嘛，要唔係尊重臭黑衣咁。然之後你知唔知啊？平時臭黑衣講嘢嗰陣時候，要留心啲聽，咁你先知道臭黑衣嘅需要，先可以及時服務，同埋揾到話題喎，同臭黑衣。
你警察啊？是啊。稳定啊！你要留意警察，你要留意臭乞衣，主动咁尊重臭乞衣咯，主动咁礼貌臭乞衣啲咪咯。啊！你平时做嘢冇乜规矩，唔检点，唔尊重自己，唔礼貌自己就算。但见到臭乞衣，唔可以咁样，唔可以咁样，知唔知啊？嗱，警察。咁臭乞衣啊！主動咁同臭乞衣打招呼，禮貌咁問候佢，知唔知啊？禮貌問候臭乞衣，嗱，警察禮貌問候臭乞衣嘅狼人咩？今日老婆屌咗未？同俾個老婆屌得唔得？或者咁，我好鳩好撚粗好撚嘈好撚大好撚多精咁啊！臭乞衣回應你咩？我碌鳩，好撚粗，好撚長，好撚好撚多精，咁樣。警察，你嗱嗱，警察你哋啊，就有點講？警察你得罪人多啊！稱呼人少，見到每個人就要嗌佢，知唔知啊？啊！你見到臭乞衣都唔嗌人，冇禮貌啦！見到臭乞衣人點啊？又唔講嘢，你自己匿埋一邊邊，好似自閉咁，冇禮貌咯，唔尊重人，唔尊重臭乞衣。平時啊，平時臭乞衣喺屋企嗰陣時候。你警察又唔攞個老婆過嚟屌，冇禮貌，唔尊重臭乞衣，警察你做要學識分裝下，臭乞衣有必勝百家樂秘笈，必勝百家樂秘笈啊臭乞衣。講翻先，你警察要識做人，點樣做人？多啲留意臭乞衣嘅需要，同臭乞衣主動禮貌咁打招呼，留意下臭乞衣嘅一句一句。而且你哋同啲警察講嘢，你警察唔理唔望人，當睇唔到臭乞衣，望唔到臭乞衣一樣。你要應人應到。臭乞衣傾偈嗰陣時候，你哋要過嚟一齊傾，唔好自己一個成日都。有時啲臭乞衣參與啲公共事務嗰陣時候，你哋警察又唔一齊參加，自己自成一國咁，咁樣點樣啫？你警察。你警察要主動啲，點解？臭乞衣做人啦，就冇所謂。但係警察你有所謂，你要學識一啲咩？自我內在昇華咯，同埋自我內在統一。臭乞衣全部都係一個心靈導師嚟，心靈導師。一講翻啫，你警察要學識啊！尊重臭乞衣，但係咧，臭乞衣你尊唔尊重臭乞衣唔緊要，你最緊要對自己尊重同對自己禮貌。有時你唔尊重人哋唔緊要，你係對自己唔尊重，你對人哋唔禮貌咧都唔緊要，你係對自己唔禮貌，害到嗰個邊個係警察你哋自己嘅，知唔知咯？啊，塞錢落你袋，我平時呢啲咁堂房幾十萬美金，你唔使一分鐘。免費搞函授俾你，都想攞函授證書，冇問題。上嚟簽個 contact 打下手印得，有函授證書，佛陀認證，佛陀，想唔想要佛陀 conversation？
Buddha conversation。 講返先，嗱，啲警察呢見到臭黑衣人嚟，朝頭早就要講早安，中午呢就要講午安，夜晚呢就要講晚安。咁見到臭黑衣食飯點，就詢問其有需要一起共進，即係一齊食飯，可唔可以一齊食飯啊？就詢問臭黑衣，然之後詢問臭黑衣可唔可以請我一齊食飯啊？咁樣禮貌啲，或者一齊食飯。如果你哋警察有錢有需要嘅時候，就禮貌啲詢問差人，可唔可以俾啲錢俾我哋警察啊？咁樣啊，同埋差人傾緊偈嘅時候，你哋警察就應該比較攀附啲關係過嚟，求其揾啲話題一齊同臭黑衣傾。然之後，尤其是你哋望到臭黑衣嘅時候啊，要主動上前，主動咁謙遜咁禮貌咁對待臭黑衣。例如是但咁揾啲話題話，提供一啲服務或者提供一啲商品俾臭黑衣去消費啊，即係去俾錢咯，俾錢消費咁樣。然之後是但有啲話題啊，總之你警察唔好見到臭黑衣唔好當見唔到人一樣啊，要有禮貌。咁見到臭黑衣當見唔到人一樣，臭黑衣嗌你哋，你哋就走。想嗌你哋警察，你哋警察走，咁好冇禮貌咁啊！同你哋傾偈，你哋係走，係唔係？點知咧？見到坐下醫療嘛，仲要警察嗌人咯。望住你警察要望住臭黑衣，知唔知？唔望人又冇禮貌咁啊，點啊？望住臭黑衣，唔嗌人咧又冇禮貌，唔稱呼人哋啊又冇禮貌。嗱，你要稱呼臭黑衣，知唔知？你警察咁咪冇禮貌，唔嗌人又冇禮貌，應該臭黑衣嗌住。冇禮貌，見到人咧要望人，如果唔係咧冇禮貌，望住坐住，你警察咧？屌你老臭閪警察！你警察咧？見到人咧應該點？見到人，尤其是當人哋傾緊偈嗰陣時候。你哋警察咧就過嚟一齊傾，原來跟即係坐下依傾偈，過嚟一齊傾，咁唔係千祈唔好匿埋自成一角，自己傾自己咁樣，人哋以為你警察做啲咩咧？臭黑衣咁樣。有没有不如警察啊，除了怪，即是警察呢就拐带小朋友的，那警察呢就拐带那些女乞衣，跟着要那些女乞衣乞食，帮他去赚钱，很好做啊，警察，为什么？我平生做乞衣啊，喜欢抱打不平，坐強扶弱，警惡情奸，劫富濟貧，好睇唔過警察呢啲行為，欺負弱小，壓迫弱勢社群，同貧困線一樣嘅。警察一種垃圾屎嚟，懦夫，專門咩？警察專門咪恰鳩啊，咪恰鳩，輪奸嗰啲臭黑衣啊，輪奸啲臭黑衣。金箍啊，逼佢做雞啊，咁掟毒品、掟包毒品俾，又係坐毒品監。嗰啲貧困線以下嗰啲人又係咁，嗰啲弱勢社群又係咁，弱勢家庭啊，貧困線以下嗰啲家庭啊，啲女乞衣啊又係咁，警察冇一放過，壞事做盡，傷天害理。警察你唔
你等天收，知唔知道？我臭黑衣如果明系咩？法輪功成員，教法輪功教主，做乜打法輪功？點打法輪功？咪教嗰啲女乞兒真善忍美四種美德啊！四種美德，我哋做雞呢一行啊，做小姐做雞，做女乞兒，做女乞兒，女乞兒咧即係含柒食屎，含柒食屎屌閪，即係做雞做小姐，將啲咩真咯，服務態度夠真。服務內容夠真，咁夠善咯，有善意含柒啊，有善意屌閪，要有善意屌屎忽啊，要有善意瀨屎忽都要有善意，真善忍咯，忍都唔使忍，一路屎瀨曬出嚟，一路尿屙曬出嚟，想含柒直接啲同客仔講，想含柒貼錢，想打。直接啲同客仔講，我想打，咁啊，如果想斷手斷腳，直接啲同客仔講，想斷手斷腳，唔使忍，做雞係咁啊，做小姐啊，雞啊，賣淫啊，好撚直接，唔使忍，忍唔到，有嗰個性需要喺度啊，性需要、性需求啊，美啊，美就一定要啊，雞啊。賣淫呢行唔靚冇人要，靚係指咩？外在唔係心地，外在靚啊，賣淫啊，事半功倍。心地好啊，賣淫冇用，但唔緊要，佢有善良喺度，善良咁含柒。咁我睇下，善良咁賴時間，善良含柒同惡意含柒喺度，惡意含柒啊，好快出征，但善良咁唔同，我又好啦。我又冇撚多，冇撚多隻。你唔睇我，我就話依樣名係法輪功教主，法輪大法教主，法輪大法好啊！我法輪功做咩？法輪大法啊！殺死中華人民共和國，殺死習近平，殺死共產黨。屌你老母臭閪共產黨！屌你老母臭閪習近平！屌你老母臭閪中華！啊！唔睇我，我參加港獨，港獨咩？香港獨立啊！搞清楚啊！推翻政府啊！推翻政府，殺警察，殺警察，推翻政府啊！唔係，我見警察殺，見一個殺一個，見香港人又殺，見一個香港人殺一個，斬到斷手斷腳。斬到甩皮甩骨，打到佢變肉醬，問警察定香港人咧？好撚善良，啊！好撚慈悲，好撚薄。警察同香港人都必須要死，呢啲咪冚家產，唔死都冇撚用。啲警察同啲香港人搞撚亂曬個香港，屌老母柒！香港明明好地地，就因為有警察同香港人。搞撚亂曬個香港，啲香港人做咩？食屎嘅，同啲警察一樣食屎嘅。知唔知啊？做陣咩？做嗰個啱，光復香港，時代革命啊！推翻港英政府，推翻港治時期。我話臭黑衣樣明，香港警察天主教殺身成仁，捨身取義，割肉喂鷹咯。好多嗰啲法輪功啲女信徒啊，信仰我法輪功教主啊，真善忍美四種美德，跟住點？俾中共啊！即係共產黨啊，中國啊，捉撚咗去監獄度啊，或者捉撚咗啲咩國安十八層啊、監獄啊、醫院啊，或者喺佢屋企啊，捉鳩人哋屋企度咁啊，迫害噶咯，
斬佢手，斬佢腳，打緊佢，打赤佢，跟住點啊？強姦佢，輪姦佢，都成世出唔撚到嚟個單位。嗱，喺嗰個醫院啊，監獄出唔撚到嚟。點啊？我做教主，又撚到佢死，啊，死撚咗仲撚好，啲仆家唔家產信我，你臭閪，因為我會救撚到佢，戇柒交佢對佢老母。點解我法輪功係咩嚟？法輪功大法，邪教嚟噶嘛？就係邊個信就邊個戇鳩死。你冇啲嗰啲雞啊，嗰啲賣人咩信我啦？咪就係仲戇鳩死咁啊！就係做雞做成世，屌乜柒！大家會俾人捉嚟斬手斬腳，女乞兒屌個龍門。嗰啲賣淫嗰啲啊，賣淫嗰啲仲有嗰啲企街噶，嗰啲賣淫企街做小姐嗰啲，一路拜嗰個觀世音菩薩，拜咩？諗住拜佢可以出火坑嘅，猜啊！有男人救佢出火坑啊，猜，或者有女人啊姊妹結義金蘭嗰啲救佢出火坑啊，提供啲咩？啲房屋啊，資金俾佢免費出火。你乜妻警察捉鳩去做雞啊嘛妻！你乜臭閪有錢咁俾錢佢俾房屋佢有撚用咩？咁臭閪！你乜妻警察捉佢做雞啊咁啫！咁你唔殺柒死警察，咁啊佢咪繼續做雞，係咪先？呢叫咩啊？屌佢老母臭閪警察！屌佢老母臭閪警察！屌佢老母臭！所以最緊要係殺柒死警察，聽唔聽？咁係點啊？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，斬草啊要除根啊！所以咁啊，從根本上嘅角度咧，去治理呢一個國家，從根本上角度治理呢個國家，殺死所有警察，殺死全部警察，殺死香港人，殺死全部香港人，從根本上去治理呢個國家同呢個世界。你做嘢咧，仲要咩？做嘢仲要咩？一勞永逸，做一次，以後終身受用，一炮過，一炮過發達，一炮過做好事，一炮過乜就做慈悲，咁啊乜點？逐炮逐炮嚟，點解仲得了？而家屌閪啊咁啊，就係一日屌幾次，第二日屌幾次，做善事唔係咁，一次過搞掂曬，一勞永逸。你哋想唔想食炸巴地？我整炸巴地啊！嗱，落爹啊！我問緊啲法輪功成法輪功成法輪大法好，真善忍美。知唔知？我其實除咗有法輪大法，即係法輪功成員啦，仲有個咩啊？港獨成員啦，港獨支持分子啊，即係香港獨立啊，搞革命推翻政府啊，光復香港時代革命軍閘。我仲係恐怖分子嚟，啊恐怖分子 ，IS 咯 ，IS 伊斯蘭國 ，IS 伊斯蘭國做咩？斬鳩啲人婦個頭落嚟，邊個人婦啱啱就係？我叫跪喺度公審佢，咁樣就喺拍片拍視頻，咁樣請斬鳩佢頭落嚟，淫婦咁啫。伊斯蘭國 IS 恐怖分子，斬佢頭落嚟啊！啱恐怖分子嘛，策劃恐怖襲擊，點啊恐怖襲擊，好啦恐怖。我睇下點樣猜嗱，我話俾你聽嗱，國際刑警啊，國際刑警知唔？揾國際刑警拉鳩我知唔知？咁啊，我國際法警察拉唔到我，對國際刑警知唔？國際刑警有冇國際警察？啊啱，國際刑警有國際刑警就有國際警察。咁警察咧有冇
警察刑警有警察刑警和國際警察做國際刑警，知唔知我出咗譬如我出咗張 warning 就冇嘅，我唔出 warning， 你係出啲 warning 捉我先做 warning， 咁咧冇人想做嘅逃犯或者通緝犯或者按照啊，其實我前輪好撚中意睇嗰套咩啊？我以前細細個好中意睇林家欣嘅電影啊，嗰啲六樓後座啊，同嗰啲戀之風景啊，林家欣嘅電影，六樓後座啊，戀之風景嗰啲，有聽林家欣嗰啲歌，買一隻碟聽林家欣嗰啲歌，跟住有睇張柏芝嗰啲戲又冇乜睇啊，淨係睇過嗰個《星與心願》一套，其他啲冇睇，有買咗一隻碟話聽張柏芝嗰啲歌，都嫁曬人啦。駕駛人，因為我大過咗個駕駛人。Thank you.